哎，小姐，你别走，还没买单，小姐。哎，你，对不起，小姐，请您买单。你们怎么回事？我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，我没钱。你想吃霸王餐是吧？霸王餐，不吃了，吃饱了，吃太多了，都我吃的。走了。这儿，没结账想走啊？没钱找什么空？到什么大街吃饭？告诉你，没钱结账就别走。我就走了。薛经理，麻烦您赶紧来一下213。放开我！滚开！我有艾滋病，我有艾滋病！别告诉我，我提醒你啊，我有艾滋病，我有艾滋病。我也不想为难你们，给我纸和笔，我给你们电话号码，你找他要钱，他会给你钱的，他会给你钱的，拿来。您好，您是方先生吗？是。袁经理。啊，我女儿，她人呢？她走了。走了？对。去哪儿了？这个我们这……抱歉，不清楚。哎呀，你们怎么不问问她去哪儿了？不好意思，没问。你好，这是她用餐的账单。哦，4700。对，是的，他一个人就消费了4700啊。对对。哇，你们这是什么样的酒店啊？现在他用餐的餐具还在我们房间没有撤呢，要不我带您上去看一下。哦，不用。不会他也没钱吧？不太清楚，我这有卡，你们这儿能刷卡吗？可以的。啊，你好，先生这边请。
再给我扯淡！不许走，不许走！把我害得这么惨，我要送你去公安局！你疯了你！啊！我告诉你，再挡我的道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！不许走，不许走！你把它放下，你把它放下，我给你。班长，把证据给我，给我。喂，什么？好的，谢谢了，都过来。刑警队打来电话说快三死到家里了，走。在吗？在哪儿发现的？哦，在里面的塑料布下面。方军，冠军，直接致死原因要等验尸报告。死前进行过激烈的搏斗。根据死者的伤痕状况推断，和他搏斗的是个女性。如果真的证实这个东西是小秋的，那么小秋的嫌疑很大。这不可能啊！他，刚才他还跑到泰兴大酒店狂吃了一顿，然后跑了。我刚去为他买的单啊，他不可能掉头回来杀人啊！师傅，冷静点啊！咱们想想有没有这种可能，他跑去大吃一顿，就是因为他已经下了决心要为自己报仇。人在自杀以前，有可能会做出一些意外的事情。要是小秋知道自己得了病，他怎么知道他得了什么病啊？小秋是个女孩子，那么瘦小，身体条件也不好，他不可能杀他的快餐。师傅，我。
除了小秋和快三之外，肯定还有第三个人在。他杀了快三跑了，而留下了小秋。这只能有一种解释：江湖荒唐。所以我现在喂，小秋，小秋，小秋，你在哪儿？爸爸相信你，相信你啊！你先别哭，你先别哭，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？好，好，那你赶快回来，到公安局，到公安局找爸爸，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说清楚。我说你听话。好吧，你不回来，那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，爸爸找你去。小秋，你没事吧？啊！小秋，先别哭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和爸爸说清楚啊！我去找他了，我去找他了，我送他去公安局，然后我们打起来了，好像有个东西砸了我的头，然后我就晕过去了，我晕过去，我再醒来的时候。死了，他死了。小秋，小秋，我不知道，爸爸好害怕呀。好好，小秋，别害怕，走，跟爸爸去公安局啊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哎，秋，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呀？我是你女儿，你就是我自己女儿，我关我屁事。小秋，爸爸是个警察。作为警察，爸爸只能把你带到公安局，把问题说清楚。我作为你的父亲，我应该挽救你，知道不知道？你只有到了公安局，把事情说清楚了，才能脱罪。你不要再说这些没有用的话了。你真正关心过我吗？小秋，小秋。方局没有留住自己的女儿。他不明白的是，小秋是怎么找到快三的。我们很快得知，是有人故意透露了快三的藏身之处，并制造了小秋杀死快三的假象。本来是我的责任，他们凭什么听你的指令？我去找领导说去。哎，别胡闹。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好好养伤，尽快回到队伍里。明明就是我的错。行了行了，知道是你的错，都说多少回了，谁让你后台不够硬呢？你说你爹要是省委书记，哪怕是省政法委书记，他们也不敢听咱们指。哎呀，说有什么用啊？你们俩现在既然不能在第一线，那就在这儿好好讨论讨论，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案子。快三一死，就剩下彭国忠这条线了，他究竟能躲在哪里？我们的案子看起来已经进入了死胡同，线索越来越少了。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，就等于我们的方向越来越明确了。这个彭国忠究竟是大毒枭还是小棋子，要搞清楚。这些都是你们思考的问题。好了，我走了。想让我复职很简单，把彭国忠缉拿归案。Thank you.
哟，方婶来了。你还没进门，我就知道是你来了。为什么呀？有股狗味呗。你说什么呢？没说什么。我就是觉得这办公室里啊，还是人比较合适。哦，对了，你上次说他是人，他呀，就是眼瞎点儿，鼻子也没那么灵。你说谁呢？杜鹊，亏你还是个副队长，怎么说话这么损？我招你惹你了？你老针对我。嚯，狗上人势是不是？你信不信我踹他？你敢？哎，哎，哎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嚯，李根儿，一物挑狗，你敢给我动手？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哎，怎么了这是？没怎么回事。你跟我来什么劲？我敢冲你发火吗？现在的办公室里啊，狗比人重要。哎，杜鹊。嘿，齐队，家人怎么样？恢复挺好。哦，怎么回事啊，李哥？老板啊，这是我们石总。石总您好。石总，前几天你不是要找一个保安经理吗？你看老马怎么样？以前是干什么的？什么也没干。什么也没干？啊，石总，老马他人挺老实的，武功也不错。就是坐过三年大牢。三年牢，对。为什么？杀人，我是被诬陷的。杀人？你什么时间杀的人？三年前。你杀的那个人叫什么？我没杀人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我是问你被杀的那个人叫什么？吴明启。我确实没杀人。青红，我们招保安经理，那最起码也得转业军人或者退役警察什么的。你，公安局啊，这回算是彻底的破了天荒了。怎么了？你看看，绝对没想到的事儿。咱们公安局这回也算是跨行业出了名了，上了娱乐报道了。帅哥缉毒警医院动手打人，怎么回事啊？你看。第一速度，医院动手打人。对方原是刑满释放人。这可真绝了。看着吧，我又有事儿干。喂。哦，焦副市长。师傅，
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？交给你了。焦副市长要是再查下来，我就不管了。齐浩南这小子，我现在拿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看见他我就心烦。你放心吧，只要我说的条件你能办，这事儿准没问题。行，只要这小子别再给我添乱，怎么着都成。走了。哎，方局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哎，这跟你啊？看那个，什么玩意儿？这也太离谱了吧！嗯，这一看就是偷拍的，事发的时候不发表啊，过了好几天。就登出来了。哎呦，这辈子还真没白活啊！居然还上了回娱乐杂志。动动脑子，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凡事要动动脑子。嗯，警察上娱乐杂志，冠军，这可又是一狠招啊！趁乱再给咱们一拳。嗯，是啊，这就是对方的目的，虽然拙劣，但管用啊。哎，你帮我想想，咱们应该如何拆招化解？啊？怎么化解？你想不出来啊？嗯，那我告诉你，道歉。跟谁道歉？跟马文革呀，向马文革公开道歉。挽回咱们的声誉啊！他挑衅，他袭警，我跟他道歉，门儿都没有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野性又犯了。人家为什么不给别人下套，偏偏给你下套？就是看准了你这个克星。你要坚持这种态度，就真的中了人家圈套。嗯，秦浩南。我要是跟你交换个条件呢？什么条件也不行，我凭什么的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嗯，我可以陪你去马文革家道歉。如果你去道歉，我就批准你回第一速度查。真的？真的？你说了算？肯定算。拉倒吧，你都被停职了，你还说了算什么算？这齐浩南有完没完？我告诉你，没时间跟你调侃。痛快点，去还是不去？我去，我喝出去了，跟你去。干嘛？呀，你来啦！呀，这你来干什么？走，快走！文哥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人家来看你，你让这个人滚！文哥啊，安哥，你先不要激动。我今天带他来，就是跟你道歉的。啊，小南，我跟你用不着。看来你跟他是一伙的，你还是个当官的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他给我跪下，也还不回我的三年。你坐牢是因为你有罪，少跟这事扯在一块儿。我来跟你道歉，是因为我作为一名警察，那天没有制止你。别的我跟你说不着。乔南，我没罪。
阿妈，对不住了啊！快别这么说，对不住的是我们呐。自从文革被抓以后，家里就剩下我和我的孙子了。这不多亏了政府啊，还有居委会、派出所，都帮了不少忙啊。我只有每天靠卖水果挣几个钱养活俺的孙。这不政府安排马达上学，又帮文革找工作，说到底还是感谢呀，要不我真是过不下去。大妈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也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要不要这个政府干什么用啊？您说是不是？你们的责任应该是查清真相，还我清白。事实就是事实，你的案子证据确凿，我没犯法。你给我滚，滚！大妈，你别激动啊。他态度有问题，我回去批评他。这也有我的责任，我向你道歉。但他说的事儿啊，还是在理。咱们年纪都不小了，应该要懂理讲理，对不对？你以后生活有什么困难，都可以提出来，我们尽量帮你解决。意思啊，大妈。齐警官，我知道文革的案子是你办的。我虽然没什么文化，也不太懂，可文革，他是我的儿子啊，我了解他。他要是真干了，你判他三年，不多呀。别人不抓，我也要把他送进去。咱不能干了没良心的事儿啊！记住，一定要努力学习。我长大后要当警察，要当个好警察。嗯，好样的。你好，你请慢用。Can't you make that bitter better? Sweet teardrops. 怎么？约我到咖啡馆来了？我怕去公安局找你影响你的工作。上次麻烦你，我这心里一直都过意不去。但是这次，我确实有件事情想求你帮忙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你看。我们健身馆现在这几个保安，我觉得都不怎么行。我想找一个素质高的保安队长，帮我统一管理一下他们，训练训练他们的个人素质。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个这样的人啊？啊，待遇不成问题。能不能谈一谈你的具体要求和条件啊？哦，比如从警校出来的，或者在你们公安局里干过不干退下来之类的，都行，你看着办吧，合适就行。上次在我们健身馆发现毒品这件事情，就是因为我们监管不当才造成的。
要是有这么个人，咱们双方不都省事儿吗？秦浩南怎么样？他符合你的条件。他警校毕业吗？开个玩笑。你的事情我记住了，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帮你推荐。那真是太感谢了。怎么，方局长，我送您的烟抽完了吧？这几天工作上的事儿比较多，烟瘾有点大。哎，能不能麻烦您再托托关系，再弄几条？没问题，但是我还得劝你一句，这个烟呢，不抽不行，要是抽多了，可毁身体啊。谢谢。石总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林总，还真有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这么多年了，我石义强在太平市也算是个人物吧，可我总觉得有一个影子一直跟着我，让我浑身的不舒服，不痛快。彼此心知肚明。既然心知肚明，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。好，大家要把眼光放远一点，各干各的没有意思，不如你我联手。既然太平的天是你我的，那何必要给他捅一个窟窿呢？这样对谁都不会有好处的。你说的话很有道理，我会好好考虑。如果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告辞。等等。林总，有一个人一直是我的心病，他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，时刻都会爆炸，直接威胁着我们的安全。这个人会是谁呢？林总绝顶聪明，
一定知道这个人是谁。这里是我个人的博物馆，你随便看看，好好看看，好好想想。